这部影片呢，主要是要介绍 S053 3D 细胶印表机的操作步骤。那 S053 主要是透过 X、Y 和 Z 轴的三个轴进行移动及物件的堆叠，材料的部分则是透过上方料夹进行推送。那料夹由上而下分别为 I 轴及 E 轴。那接下来将以操作手册上的步骤来逐一说明。